刚刚吃饱饭的狗子兄弟，趴在这里晒太阳。今天的温度挺高的，你看他们这一身脏的，我决定给他们来洗个澡。身上还残留着垃圾堆的臭味。你们两个在这趴着吧，我去倒一点热水过来，把这个鸭汤换掉，太脏了。刚进去一会儿，这两个家伙又在到处找我，看样子是走在这里爬不上来的。好了，水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。这么小的狗，我们只能把毛巾打湿了之后，用温水给它们从外面擦一下毛发，否则的话很容易着凉，感冒了就麻烦了。来，先给这一只抓过来擦一下。这个水是温的。我们要把这个毛巾稍微扭干一点，对，把这上面的脏东西给它清理一下。坐这儿，嘿，黑黑的都是在垃圾堆上面弄的。咦，等它再大一点了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放在盆里面好好的洗一下了。现在就只能这样洗。小爪子太猛了，肉嘟嘟的。好了，换一只。我只是稍微的在外表擦了一下，你看这个水瞬间就浑浊了。到你了，你的身上就更脏了。来，前面全部是黑的。好了，清洗了一下，现在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，瞬间就变白了。下午的太阳特别大，它们的毛发并没有打湿，玩一下基本上就干了。